秘书长，啊，咱潘副组长，啊，副潘组长，潘副主席啦，潘副组长啊，林组长，啊，还有我咱姐姐咱郑老师嘛，咱的官方长官，啊，今日看到遮侪新的面孔，哦，感觉足欢喜，真欢迎，欢迎大家，哦。来参加咱这个第十五届法律建国会的建国行议啊，礼拜日吼，9月18迄天，咱台中州成立大会伫玻璃的牛群山吼，迄、个牛群迄、个牛民教会，即牛群教会来举行，啊，然后昨我。收到网络的这个有关迄天的整个的过程的这个 DVD， 啊，我真罕哩看 DVD， 啊，我就从头到尾甲看一遍，感觉非常的感心，非常的感动。我嘛毋是基督教徒，但是我对任何宗教拢真尊敬的心。啊，过去去到佛教的所在、佛寺的所在，我嘛是拢甲佛祖来敬礼。啊，去美国读册的时阵，因为咱会使讲抬头看起拢无家己的亲戚朋友啦。啊，去到迄个学校，大部分拢中国人，号称是中国同学会。台湾囡仔真少，啊！台湾囡仔内底有一半拢做教别啊，啊，替遐中国人做教别啊，哦，啊，真少数会当甲咱讲心内话，非常非常的少。60个学生内底，10个台湾囡仔，啊，一半以上去做教别啊，啊，就一两下当甲咱讲话啊，啊，我心内有足，因为。离开台湾遐尼啊远，吼、哦，啊真孤单，所以我就去教会，去教会听 pastor 迄牧师啊，咧讲道，上面啊学习英文，啊上面嘛要了解讲人的宗教生活是安怎，吼、哦，啊咱台湾的宗教生活是真复杂，啊嘛真是拢统治的工具啊，拢国民党统治台湾。啊！逼台湾的工具，叫咱逐项拢莫想，拢去做好代志。啊，因一直拢做歹代志，甲咱压迫，甲咱剥削，甲咱欺骗。政策上，吼、哦，互咱台湾人，互咱本土台湾人，无多趁真侪钱。但是有少数的财团或者是企业，因会甲因挂钩，因食粒遐财团食汤。拢油水水，其他诶无爱甲因配合诶，毋愿甲因配合诶，毋甘愿做伊糟糕，毋甘愿做伊要别诶，几乎啥像咱安尼菜脯筋蒙加咸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迄天昨个时，我重新看咱8、9、10迄天经过诶过程，我感想哦，足济啊嘛真感动安尼。我伫短短啊几分钟、两三分钟的这个开幕的时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或者是法律建国会遮同心，大家爱像耶稣共款，甲上帝给咱迄杯苦杯来甲啉落去，因为耶稣基督伊无爱去做统治者的糟糕。伊唔愿甲罗马的这个宗徒来配合，所以伊继续传达伊的福音，鼓励伊的以色列的人爱来听天父的道，变作一个新的一个精神上的国家，违背着罗马的统治的这个原则，所以伊就去用钉子十字架，把这个苦杯吞落去，然后因为安尼关系。伊就为咱全人类献出时，
六十几岁的人，哦，得到救赎啦。因为信耶稣，还是信天主教的神，因精神上就真正、真正这个充满这个喜乐、平安甲喜乐安尼。有迄个相当的这个，互咱一驾驶来讲，因信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人，因迄个真艰辛的时阵，要去反抗这个阿爸的反动的政府的时，就是拢唔惊死。咱看日本伫十六世纪的时阵，迄款的精神，一寡信荷兰的新教的这教徒，伫迄个战争的时代，拢去用休息，伊嘛是唔惊死，抱着必死的决心。最后的结果，这个伫德川幕府的时阵，嘛得到承认嘛，嘛接受这个蓝血哦，接受这个蓝血，嘛接受这个新的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呢。然后，这个国家要改变过去传统落伍的中国文化的时阵，伊就真紧伫这里边伫维新短短几啊十几十年的时间，变到一个真强大的国家。我一直感觉讲，可能咱台湾的宗教也是有一部分爱来放宽咱的心胸，来接受这个新的物件。把咱的脑海内底渐渐甲中国文化歹的部分来甲伊清除，安尼咱才有可能达到咱的目标。同时伫迄个短短的时间内底，我安尼愿望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同心，爱甲耶稣基督共款，咱甲迄个苦杯啉落去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要来为咱未来子子孙孙来得到救赎，来打拼。来努力，这是我这段要甲大家报告的，简单的这个言语。然后我拜暗的时就参加一个宴会，当迄天我早早就回来，迄礼拜暗的时呐，我回来台北参加我的同学会，啊，隔两天参加一个宴会，入去个内底。有一个本来伫咱内底任职的，然后退出，啊！伊看了我讲，啊！你看了我伫遮坐，你会感觉惊吓无？我讲那，伊讲看了我伫遮坐，你有啥物感觉？我讲无啥物感觉，因为啊，你会感觉讲啊，我甲即摆已经甲你敌对啊，反对恁这个啊，恁这个主张，甲你敌对的，吼、哦，已经甲你敌对安尼，你袂感觉讲安尼啊？确切地跟我讲安尼，看着我会感觉真古怪的心情安尼。我哪里？伫我的心肝，另外伫我相信咱法律建国会的同心甲民政府者同志拢共款，只要是民赢的，只要是咱有是反对中华民国的，哦，反对中华民国体制，讲咱的敌人毋是咱赢的人。只要伫另一只团体，咱应该拢是同志，毋是敌人安尼。讲咱的共同的敌人，第一项的共同敌人，就是讲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以后，来甲咱吞打北涉，吼、哦，即款呢蒋介石集团以及伊的遗属，遗属就是讲蒋介石两蒋死去以后，继续。扮演蒋介石家族的这个统治者来剥削台湾人，这就是咱的敌人，这是第一种的敌人。第二种就是讲，中国共产党企图要用武力要来迫使台湾，哦，要来奴役咱台湾人的，这是咱本土台湾人的真正的敌人。第三种就是本来是中国本土的台湾人，但是过去担任中国国民党的教培啊，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来回过他来，回过他来，来欺负咱本土台湾人的，伤害咱本土台湾人，这是咱的敌人。另外就是讲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内底有少数的人，甲中国共产党、甲中华民国的国民党联合起来，
要来企图将咱台湾人利益出卖给中国这人，嘛是咱本土台湾人的敌人。除了这以外，我心中无敌人啊！我就安尼解讲，我心中无敌人。哦，我相信你应该甲我抱同款的心情。虽然你离开民政府，但是你嘛爱安尼想，咱唔是对敌的。有一天，咱应该是要有机会携手并进，大家共同合作，为着咱的目标来努力安尼。我阿公了的时阵，随时有一个人就讲：“嗯，啊，若听你安尼讲，啊，真简单。蔡英文去美国，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招待，甲这个程度，啊，恁敢要咧反对投票给蔡英文吗？”我要哪去回答？我讲是安尼啦，唔是讲咱绝对要甲伊反对蔡英文，但是伊若要叫我甲支持，我袂讲咱团体啦，我个人，伊一定爱有相当对台湾提出保证，对本土来台湾人提出相当的保证，保证讲伊若得到咱个支持，然后伊若当选啦，伊要做啥物？第一条要做啥物？第二条要做啥物？第三条要做啥物？哦，比如说，伊爱做专行正义的代志，哦，伊爱抓贪污，伊爱安怎都安怎，爱写七个书，啊，若无空口白纸，干要骗选票，到时当选是像阿扁安尼，讲要改革，讲到嘴烂全全破，未当选讲要改革，讲到嘴烂全全破，咱大家拢甲帮战有对的，甲拍拼有对的，举一个例。2000年，伊个选举是非常危险。2000年，旧年过年以前，旧年过年以前，拢是送早上早起车半年前安尼，拢送个上头先，民调送个第一嘞，第一是连，第二是变的。伊个到年底先换送个，过来就变的，过来就连的。我伫迄个过年前，我就甲李秀莲讲：“我讲今年的过年非常重要，就是伫这个过年15天中间，甚至第一个5天以内，就是讲初五以前，咱都要拍出一个成果来。若无是危险，袂当选啊！因为民调一定要超过5%，变啊超过宋的5%，才有可能变过宋的，才有可能当选。我安尼甲讲。”所以你要呼吁咱所有的支持者，嘛甲阿扁讲，袂使伫过年中间去佚佗，所有的动作拢是为了这场选举，安尼拼看嘛咧，才有可能讲扁会超过宋的。固然过年了是民调是扁会超过宋的3%，迄个过年我是伫彰化南投婚姻馆安尼走，迄几工来所有。去中部迄个所在，迄区个亲戚朋友拢甲走走咧，行行电话敲敲咧，讲我讲这局足重要，一定爱赢。超过3%以后，我感觉不足。甲三月，甲不足的时候，我怎啊甲李秀莲讲？我讲看这情形，一定爱去请李彦哲出来帮忙陈水扁。伊若出来登高一呼啊，登高一呼啊！对党吼，来增加咱的对阿扁的支持，上少都30万票安尼。啊，这样伊讲有道理哦，哦，讲你马上爱甲陈水扁简单报告，讲一定爱请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彦哲来甲帮忙。啊，一直进行要几个月。三月初九拢无动作，三月十八就要投票呢。我感觉讲真纳闷，我问李秀莲，我话我就叫无人去讲啊咧。我叫过迄个无人哪有效，迄、那个无路用的人不晓讲话，嘛唔知头唔知尾，变啊去说服这个李彦哲，因为我才要安怎才紧急。哦，讲你当然个，变啊讲佫找人去讲啊，我嘛来想办法。我想办法就是我三月初九。我就去找李登辉很重要的一个幕僚，我那晚我叫我的司机先走，
讲我因有代志，你先转去，啊，我车我驶，我就甲伊驶驶驶到迄个朋友因家，就差不多八点，我就甲讲，我就车大叫我听，我所了解，我伫基层所看到、所听到、所了解，现此时啊，变个危机伫倒位，伊个伊个即个。这个要安那偷这个困难的时，伫倒位我讲一定要请你来做。哇，你都伫中央研究院上班，你都去甲李彦泽报告一下，请伊来帮忙就好啊哩。我想啥物？我伫研究院也无地位啊，研究院所长伊毋接办，啊我也毋是所长，啊所长大部分拢是国民党选择的啊，哦。拢是中国人咧选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李彦泽来先，上伊脚立一个男拍来，甲中央研究院人人事拢啊摆好，伊也无多摆人事啊，啊，伊嘛真外行啊，对这个政治的操作嘛真外行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伊毋捌找我讲过话啊，啊，对政治的问题判断嘛无了解啊，讲啊，我伫地方咧做一个局长。在中央研究院是做一个副研究员，我的地位真低嘛，层级太低，我变起来说服就真困难。哦，伊讲无安尼啦，无、哦，你去找恁研究院迄个肖教授嘛，伊甲伊足歹的嘛。讲呾你想看卖，肖教授对王兴的，这哪有可能支持阿扁啊？这一定是支持这个宋的嘛，哪有可能？用高影高影，伊唔相信的吼。我讲，我该讲半步，讲我九点嘛，你知道？讲诶，无人啊！我已经甲整个台湾的危机、甲转机伫倒位，拢甲你报告啊！你要去你就去，你若唔去，要我去甲说小教授去，拢是无路用的啦，绝对做无代志的。我你讲哦，你若唔去的时吼，台湾若阁去互这个宋的动算了，你台湾一直沉沦下去。可怜的台湾人就继续吼向奴役，啊，罪过拢是你来担，不是我来担。我已经跟你讲啊，我是无能为力啊。我若有迄能力，我若有迄地位，我早来去讲啊，嘛免催你啊。我早去催你李彦泽啊，我免催你啊。我安尼讲，我就徛起来，我要走啊。吼、哦，后果拢你负责。哇、啊，卖啦，卖生气啦，搁坐一下，搁一下，搁想看嘛，搁想看嘛。我好，你讲搁想看嘛，我咧讲，我甲你讲一具体的代志。你就较紧，你一个为李彦泽，为李彦泽，你一个发言稿，唔免超过500字、300字嘛，无要紧。你就写一个发言稿，回念念的就煞，就解决啦。都干你徛出来，伫电视出现一个，伫报纸出现一个，都念一个稿，迄、那个稿稿啊，报纸啊顶一个讲，我是安怎要停变啊？安尼就好啊。然后你亲身送到位，该说服，该说伊厉害。甲讲你所有目前所看到的，你等于困扰伫倒位，哦，因为你等于讲伊支持连战支持干呢，但是 A 到第四件，啊，靠我目屎啊，连一定输的啊，啊那上赢伊就惨啊，哦，啊那安尼先真明白啊，啊你伫你等于底下做代志，你头家，你唔敢解救，啊你叫我讲倒来去做迄无路用的工课，哦，我来讲讲，我来讲哦。我真正要走，已经要十点了。哦，我、哦、你家己想看卖，三公五公内底，你都要赶紧有行动，唔通甲你妄想。哦，赶紧行动，安尼才有效。果然啊，到尾伊家讲，伊去啊，3月13伊去。3月13暗时啊，伊安那去呢？因为各位甲大家报告，就是伊是李登辉身躯边的无聊。伊个电话嘛是窃听录音，因为李登辉讲啊，迄无稀罕，我做总统电话都互窃听甲录音啊咧，互窃听甲录音啊咧，啊恁遮也较免讲啊咧，啊然后伫迄个选战的关键的时刻，毛情报人员政治单位咧甲伊跟随啊，讲遮伊个无聊遮，啊我即届真外围个，我伫中央院上班啊，拢无咧插政治个，我对台湾倒来先。私信检查、电话窃听、电话录音、办公室来录音、厝里的电话嘛录音，包括阮太太的电话拢录音。你看，即款嘞是啥物款嘞通知啊？
哦，啊，所以伊家讲说，啊，我为了想吼，唔知人家紧张无？啊，我就穿一个衬托啦，啊，凊彩穿穿咧啊，戴一顶阿胶帽啊啦吼，啊，就散步散步啊，差不多十点外遐，十点正十点遐，扶着一个自行车，坐到恁中央医院门口，惊讲唔知有人对无？路车阁行一节路，再阁换一台自行车，另外一台自行车，从啊直接去到李彦祖因家，要11、12点啊呢？哎，伊讲你写足好呢。我去的时候，迄、那个小教授正在反对李彦祖，伫啊咧甲李彦祖，你绝对唔通去停爽的啦，停变啦，安那拄安那吼。我啊你去了安怎？因为我去我就甲伊辩论啊，我甲伊报告讲安怎拄安怎，都爱帮忙变啊，才有希望啊。哦，啊！然后我就发言过提问看，啊！就叫小教授对啊改改嘞，安尼。啊！然后今天讲伊就发表，3月15，尾啊我就知影讲，中国国民党15万分的民意调查，啊，变啊已经超过上的5%了。3月15，迄暗尾啊的时阵，我参一个陈教授，伊讲，陈教授讲。伊要甲一个 AIT 的官员见面，啊，也好啊，要到敦化南路食咖啡，爱甲李少年报告讲，我想要参一个蔡教授去，毋知有方便无？因为蔡教授较有概念，迄阵我局长啦，用我请蔡局长甲我去安怎样好啊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伫选举中间，每一礼拜我拢爱甲李少年汇报中国国民党伊的每一礼拜。诶，迄个民调的资料，我摕到，我拢甲伊讲，3%啊，4%啊，5%啊，迄暗15暗，我所得到的消息已经超过5%。去甲 AIT 的官员见面，因讲因的民调已经超过5%，安尼因印证起来，就一定是当选的，吼、哦。所以我16迄早啊，透早去甲县政府，我就先去甲伊报告，甲县政府报告讲，哎、欸，已经超过5%啊，我相信有希望啊。然后可笑的，我伫册内底有写一节新的，我迄本《走过台湾50年》吼，新的内底我有写一节，甲这点较清楚。3月17伫中山足球场，迄场大型的造势晚会。吴淑珍伫门口，伊坐轮椅，甲每一个进入这个台顶的阮管副官员阿秋，啊，我入去甲阿秋进前，我就看，哎、欸，有几那下这個民进党的这头人，哦，林如水啦，有李文忠啦，啊，姚嘉文啦，底下我拢讲，我拢甲伊问讲，哎、欸，你讲啊啦，明仔赢无？林如水說，啊，哪有可能？那算算一场就好啊，哪有可能当选？大家拢甲讲摇头，无可能啊！我心肝焦滴焦滴，想我讲，干呀，恁家哦，拢无消无息啦，拢无讯息啊，拢打迷糊仗啊，拢打迷糊仗，拢无讯息，拢唔知要安怎采取行动去调查。我伫1999年的7月开始，我大概若去拍高尔夫，我休困时会去拍高尔夫，因为做局长嘛真压力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就去跑高尔夫的时候，我伫咱的迄个明德水库边啊，迄个皇家高尔夫球场，我有一个球票，啊，就驶到遐，就载阮太太、载囡仔去啊，去遐度假啥，啊，就去拍球。我出门的时候，路头路尾，还是讲点啊头点啊尾，还是拍球的时候，问干地啦，问拍球的球友啊，讲恁对这边选举的看法安怎？我就开始做民调啊，非正式的民调。十个人甲统计一届，当然你袂使伫遐做记录啊！你即摆问了，转来你着倒你个簿仔做记录啊！哦，送的啦、变的啦、连的啦，几票安尼？哦，今日问三个，啊，三个内底对票几票是送的，几票是这个连的，安尼类似安尼。啊，甲统计十个人的时阵，就知影大象是安怎嘛？十个统计了，佫换一另外一礼拜一个月的时阵，另外佫十个人安尼类似安尼，不三时都咧做民调。啊！我掌握到真详细，各位这些后摆恁来做官，你爱做这个工课。十票内底上头是送了5票，连了4票，变一票，类似安尼哦。
甚至送了六票，连了三票，变了一票而已。再来送了五票，连了三票，变了两票。再来送了五票，变了三票，连了两票。这样呢，再来送了四票，变了四票，连两票。再来送了，变了五票，送了四票，连了一票。历史这样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呢。不三时就要消失。在经济，我是读经济啦。在经济的观念里面，讯息消息都是资本咯、哦。你掌握到讯息，你就掌握到资本。这个物件是会当为你赚钱的。所以不三时，咱的耳孔爱听，目睭爱看，眼光八方，耳听四方哦。足侪讯息入去你脑海里底，你要甲记起来，甚至爱藏到你的手机簿。我不三时揸手机簿记录起来。啊、你就可以得到很多讯息，把它综合起来，你可以做很好的判断这个事情发展会往到哪一个方向发展。所以我在看那局的选举，我就说一定会赢的、啊哦啊、我是三月十七日的时候，我就说你们这都黑白母嘛，你们就打迷糊仗都没有消息了、哦、不知道要怎么应付的、哦、都没有策略就对了，没策略就对了。所以我是跟大家说，咱跟阿扁的支持到这个程度，2004年，因为这四年中间他也没什么政绩，然后这个通牌媒体一直在攻击李彦泽，当然李彦泽也有说不对的地方，他既然跟记者说啊，我都是现这个政见是真平常的事情，这吼、哦，洪公哥会甲扭曲咧，甲讲者歪曲心，对伊个形象都拢不好啊。所以我一摆伫研究院拄着伊伫头前咧行，我行较紧，我就讲李院长，李院长，我要甲你讲两句话，用啊有啥物代志要讲哟？我报告院长，政见实现政见是一个政治人物有担当。有负责任的态度，你应该就爱讲啊，伊都做袂到，我来甲伊逼伊讲一定爱做啊到。啊，若是真正做袂到，爱做适当的说明，讲出合理的理由，互大家会当接受。毋是讲政见做袂到，迄是真平常的代志。啊，安尼大家拢会当伫选举的时讲到天花乱坠，天花乱坠。当选的时候，什么拢无做，倒倒遐困，倒倒遐食，倒倒遐放。啊，咱来就选伊做总统。我讲一个说明，那足歹看，足歹势，歹势。哦，总共一句，一个有诺贝尔迄、那个诺贝尔奖迄个光环的人哦，伊也是足读册人的心情甲心态。无啥了解政治的运作是这样奥妙，一句话你就互讲出了，就互讲足济话，啊，然后对伊未来要讲话，迄、那个信赖度就减少。所以2004年的时候，我迄阵甲我讲，这边要阁叫李彦泽出来停辩，已经无公信力啊。所以我就伫彰化县，因为花博的关系，举办。花卉博览会，南北二路拢会去彰化县去参观啊！我想这边李彦泽已经不便出来听辩啊！我就伫彰化县创着车十二个看板，十二个看板。要创这十二个看板之前，我拄好带咱彰化县的这个支持阿扁的人去总统府甲陈水扁查叙。啊，趁迄机会我就甲伊翕相，啊，就来甲你相，当然足侪人翕的啦。啊，到尾做这个看板的时候，甲其他人拢抹袂，干呐，剩我甲伊握手，甲囥到迄个看板足大个，哦，迄个看板偌大，拢开七八十万。迄个看板吼，上大吼，差不多即块壁两倍大，一个壁两倍大。拢总十二个看板，伫彰化县，迄个道路
哦，通衢大道就讲高速公路类所在啦，哦，啊，伫高速公路边啊，啊，比花博中间安尼，啊，拢总十二个看板上面，为我本身想要参加这个立委选举，啊，上面是借迄个机会替阿扁啊赞声呢，我写一个中央研究院某某人，啊，人看了讲，哎，你现做的人哦，你现做的人咧挺扁哦，啊，代表你现做咧挺扁，类似安尼啦。当然啦，这作用已经无大。2004年一赢是因为百万千首赴台湾迄个行动，互足侪人真感动。迄款个万众一心、万众一心，伊迄款个做法，动员大家个危机感，互大家有迄个感想、有检讨，讲不无过忍耐一下，家己去忍，堪咪是咪如果。国进来四当怎样？大家搁投伊一票，啊，就安尼关系。所以2004年就搁当选。我描述这段故事是要让大家知影讲，咱停兵是停到迄个停多。我家己是欠两内多，出门是40块食一顿，30块食一顿。自助餐三个白菜，三个青菜，一碗饭啊。有人些是30块，有人些是40块，有人些50块啊。但是迄个钱，咱就该开落去。希望大家看到有感想，看到为了疼惜台湾来疼惜淡水边安尼呢？咱是安尼做呢？因为咱想讲淡水边是为咱本土台湾人来打拼的呢。那你想讲后边去四年，不但甲过去四年同款。而且所做的代志，佫予人感觉足失望。2005年，我就开始失望了。哦，这都后话了，不讲了吼、哦。是主要讲遮是予大家知影讲，我甲迄个人问讲，嗯，啊那安尼先，恁即我看，恁民政府也是讲恁发的健康会，看到讲啊蔡英文咧得到美国安尼遐个欢迎，佫是比较五角大厦，有无讲到遐久，讲两三点钟，一定对足支持的啊。啊！恁无要支持吼？我当然，我唔知伊来咧讲啥物啊！吼、哦，恁边来知？我相信啊，过去嘛有其他人去五角大厦讲啥，咱拢唔知啊。啊！但是重点是讲，蔡英文来个台湾要选举，倒来个台湾要做这个参加这个选战的时，伊首先伊要对台湾的愿景啊、愿景啊、未来啊，要有一套真明确的。这个讲法啦，一主张啊，一政策上边来做，农业边来建设，工业边来建设，电边来建设，钱边来用，未使打迷糊仗啊！哎，保证做个到，边来做转型正义，哎，保证做个到，你也无保证做个到，干空口白纸，无写一个切结书来，免想。我人家讲，大家听着讲，我那遐歹，我讲这是基本的啦。咱袂使阁像阿扁啊，迄八年去骗甲五五五，等甲2008年输起来了，特别输起来了，2008年会春酒，得赢的人伫海霸王请食饭，叫一寡得赢学者去食饭的时，足侪得赢有头有脸的人物伫遐咧后悔呢。我讲迄个陈律师，这句我袂记哩名。因翁是因某是迄个林教授的政大法律系教授林芳芝吼，迄个，哎，但是我陈什么生，哦，伫中华东路一段迄个，伊起来讲讲，啊，伊讲今年即局的总统选举吼，未使输去啊，啊，然后咱一定吼，假使若是贾中林来赢的时，咱一定爱逼贾中林吼。一定要安怎做安怎做啥做啥做啥，袂使像过去阿扁安尼，甲咱骗到呢，咱拢去互骗到五五，拢相信伊讲的，讲伊要做啥做啥，结果啥拢无做。啊，有一个林爷嘛是大佬，哇！即摆若马英九当选的时，我要离开台湾啊，我唔敢做大台湾啊，结果伊嘛无离开。十个人讲要离开，无三个离开的，大家还是够留到留伫遮，因为啥？要有五万讲是不是今年要赢？哦，明年咩啊？2012年咩啊？哦，不管安怎啦，
就是讲2008年食春酒的时候，还未甲总统选举，但是立委选举已经输甲真凄惨。伊就知影讲，这局要赢真困难。但是伊了咧，唔盲讲，假使蔡英文若是赢，因会用因无因无爱像过去安尼，用阮阿扁安尼甲咱骗，一定爱直接去逼。但诶，蔡英文做啥做啥都做啥，即摆咧，即摆咧，我无听到蔡英文啊，蔡大陆，伊讲蔡英文啊当选爱做啥做啥都做啥，无啊。所以吼，我即摆也是。我都确定我这票要投唔投，啊，无投的可能性真大，所以咱就希望讲，真正的2012年的总统大选，上好来个停止，上好来个停止，咱无咱就无这个要投唔投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假使伊若无都提出真具体的政策，甲具体的保证，我个人绝对袂去投，啊，我嘛希望各位。咱的法律建国会的会员同志同心，拢同款来个抵制。若无安尼时哦，中华民国民进党未觉醒，未真正要为台湾拍拼，干那想要对啊，甲国民党来三啊三七，伊食汤，伊食粒，伊啉汤啊呢，一日啉汤，一日食粒，一日食粒，一日啉汤啊呢。所以，咱不容许这款的分赃政治，咱不愿意安尼。哦，我是简单甲大家做这个报告。哦，甲过去的故事提出来，讲给大家听。讲我伫这礼拜所拄到的这个真奥妙的代志，就讲拄到咱离开咱这个组织，主张爱去这个支持。蔡英文选举的人，讲看了我讲，啊，你看了我这敌人，敢袂敢我安怎拄安怎？讲啊，在我心肝中，你也毋是我的敌人，我真正的敌人，就是吞打台湾人的中国国民党，甲吞打台湾人的中华民国民进党的人啊。哦，啊个想要奴役台湾，用飞弹对待人，用武力咧对待人，要吓死台湾人。要去黑色台湾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啊，那是真正咱大家的敌人啦。所以我心肝中对另一个团体并无敌意，嘛无恶意。每一个另一个团体，需要咱个斗三工的所在，咱做会到的，嘛是足容易个斗三工。但是今仔日困难，今仔日的问题。唔是咱无个斗三工，是因为因脑海内底拢带一挂错误的观念甲思想，所以因所行大的路拢唔对。明明知影讲咱法理论述是正确的，咱去告美国是正确的路，然后美国的审判，美国高等法院最后的审判的结论，对咱这边的立场也是真支持。但是另一个这团体，甲阵要真丢毒，不但无要甲咱斗三工，而且拢咧抢咱的后脚，这是咱感觉真难过的所在，咱真难过的所在。所以按这个角度看起来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学员，咱若真做咱法律建国会的会员，或者是民政府的一个成员，一定要有觉醒。咱面对的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，咱面对的不是只有中国国民党，咱面对的也不是只有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想要跟人三啊三七那些人，咱面对也有绿营里面，心肝头是反对咱头前说那些人，但是做法也是反对咱的做法，咱一定要遵咱秘书长所说的，要加薄，要教会到处去宣扬咱的主张，甲咱的论述。然后拄到遐人，咱爱用足耐心的态度去甲因做沟通。咱希望有一天，遮人拢会当迷途知返，迷途知返，会当回过头来讲啊，你才是对的，我来甲你斗三工。袂使讲恁才是对的。
然后讲借咱的物件去，讲诶，另外创一个组织，讲的话甲咱同款，啊，你甲咱抢后卡，迄款的态度是恶劣的。但是我足佩服，咱秘书长确实一个心胸真开阔的人。我觉得福尔摩沙民政府，伊讲义无论述，讲要借用咱林秘书长甲何日远何顾问的论述。伊讲好，伊讲啊，不是安尼了，恁的名拢未使放到文章内底哦。伊嘛讲好，哎，即我做一个学术工作者吼，感觉较无多接受，因为学术工作者吼，每一种每一文章拢是智慧财产权。人类学者若甲抄我的文章，后边一定爱写我的名，讲这篇文章对对出来，什么人写的，当时出版的，那秘书长哦，随才去用啊。而且论述来成功，咱台湾人都拢真幸福啊嘛！管台商人来用，这个心胸，我伫历年所看，无看到的，毋捌看过，所以我对伊足佩服的。去年的代志，甲他吼，吼我感觉足甘心。讲你莫甲讲，哎，你的名放落去，表示讲你的论述、你的主张，伊讲唔免啦，无要紧啦，伊拢无看我的名，无要紧呢。因为啥？我的考虑就讲，这个物件。有咱华理建国会的这个有关的一挂会员读过，当然是真了解一下。但若毋是看过伊的文章的人，初初看会讲，嗯，啊，迄可能是错点鬼写安尼，你知无？所以我是较感觉讲较袂爱安尼啦，去误导。哦，想哦，即福尔摩沙华理建国会，还是福尔摩沙？哎，唔，华理摩沙福尔摩沙迄个民政府。也是不错的单位呢，而且老百姓哦，一转回过头来抢咱的后卡，嘛就有力嘞。咱是烦恼这点呢。啊，但秘书长讲，无要紧啦，凊彩啦，无差啦，咱陆陆续续咱有新的物件出，伊都无意啊。啊，确实嘛是安尼。但因不管即阵敢有半项，嘛是无半项，我相信嘛无半项。啊，总共一句啦，咱各位。同志，到位各位啊，同心吼、哦，今日会当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实在是真幸运的啦。因为咱家吼、哦、论述的主角就是咱秘书长，啊个咱的迄个何顾问安尼。我有当时啊吼，看了伊的文章，讲足佩服的。因为像咱直接无闲三工啦吼，啊，即个礼拜日转伊的时吼，哎，半暝又过一篇文章来啊，哦，够速度够紧的哦。啊，表示讲啥？伊平常咧做功课，非常认真。哦，啊！我即个已经老啊，无像过去安尼迄年锐气。我少年的时候，哦，一天哦上三届班，早时啊一班，下晡一班，暗时啊八点去上班，三点才回来。我嘛拼时间，要先嘛读足侪册，写足侪文章。啊！我希望讲咱各位同心，有心要为台湾拍拼，一定要有真丰富的知识。丰富的地知识，这丰富的知识，予咱会当思想足开阔，吸收足济物件，那海绵安尼一吸收，然后咱的能力，咱自然就那像不怕安尼吼，能力足强。啊，拄着代志，知吼、哦，知影头就知影尾，啊，效率就较悬。啊，将来担任咱民政府的基本的干部的时吼，咱工作就做啊真好势，大家互相勉励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。立正。站立。休困五分钟。